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生是白讲的时间。我们今天生是白讲要跟各位来讲的是三一波句。我们恭请星云大师就这个三一波句来为我们开示。大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生是白讲，我们要讲这个三一波句。首先呢，我们要想请教大师的是，什么叫三一？又为什么叫福田一，叫百纳一呢？你是不是出家人？第一个考验你的，你有没有戒定？你有没有守戒？你说有，下面的你必须一定具有的三一不具。你没有三一不具，表示你没有守戒。你受过戒的呀，你必定要有三一不具。三一不具就是出家人呐、无疑就无条，有无条仪啊，叫安托会。有七义，七义啊，叫做阅读如是。这个有还有二十五条义，叫做身财利益。这个五义呢，是平常的等于工作服啊，做五义就是工作了，就简单的五条。你如果主持大法会，它就有从九条到二十五条，这个就比较更隆重的。这个三种也必须具备，缺一不可，因为常常要替换的，要使用的。就好像现在的人呐、有外衣啦，有冬瓜啦，有瑞衣啦，这个也是一样的。出家人的三衣，三衣还有布。他吃饭的时候啊，这云师佛教啊，要出去托布。那么这个佛教可能从那世界刚才由于气候了风俗习惯，托布不是必然需要的。但是这个布吃布的这个规矩礼仪，那么出家人一定要都要保守的。所以吃布饭要有布，要有具，具啊是一块布啊，这个叫住具。有时候行教啊禅修啊，到哪里去要住下来休息，这个是定下来的，叫做具，定在地上的住具。甚至叫卧具，要睡觉啦，它也可以当个地毯呢，铺在地下就可以睡觉。这个是在印度那个热带的地方啊，是有需要的。但在现在这种寒带的地方，那住具铺到地上也不是没作用。不过它就成为佛教里的庄严啊，你认为这个坐具，有人说啊是坐具，为什么现在的出家人宁想啊都把这个具都到佛前这么居一下，这个就认为不适当。但这不是适当不适当，这是公众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必备的东西，在佛前我们都向佛前报道，我这些都懂得都具有了啊，佛陀你放心吧，啊，这有意义啊，是很重要的。大师，那为什么这个三一又叫福田一，又叫百纳一呢？无论是五一七一，二十五条一，它是那么一块一块的，就好像一块田一块田，
他就附听你，就是说穿了这个衣服啊，要做世界的福田，要让众生求佛，要让众生呢跟随你啊，有增进道德，增加人格，增加圣行，啊，就是你可以让众生呢、啊、在你这里学习，能可以得到这个福慧，福德智慧，所以叫福田集，又叫做波难集。因为出家人有时候穿这样的衣服啊，他不注重米管，他有时候这里坏了不要紧，一块补上去，哪里坏了那里也补上去。所以过去这个物质艰难的时候，这个布不全呢、啊、不全，那当然冻着一块布，洗着一块布，凑合起来，哎，就是我们的布袋衣。当然现在呀、啊、科学发达，物质丰富，这个布不是那么难了、啊、错也不是那么样子严重了。但是我们为了纪念这布袋衣，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块，你看一针一线的订了好多，为什么？就表示我还是不难以啊，你看来了很多，定了很多，我还是遵守佛的制度啊，在这里存住的。那么还有这个三衣哈、哦，有很多颜色，比如说有咖啡色，有黄色，也有红的颜色，有的呢袈裟上面还绣了很多的佛像，这些不同有什么表示什么吗？这就是属于时代啊。发生了，这个时间一久啊，这些花样就越多。本来这是黄色的嘛，黄衣裳嘛，后来这个黄衣裳像沉浸一度，黄不容易那个颜色，不容易人的统一，人这个黄色啊不统一。五颜六色，所以后来就慢慢演变成，对了，这个是咖啡的，啊，那个是这个淡红的，慢慢的有的做大主持的，觉得他是很有地位，他的衣服好像龙袍一样，可能不一样了，他这个每一个梵格啊，都修一座佛像。万夫袈裟啊，表示这个他的身呢都是被佛包围了。也有的像现在的诵经做佛事的，他从这个水红衣啊，另外的也这个这种红色啊，所以慢慢都变了样子了。但那个都不代表什么，只代表这个佛法流传太久了，时代都在变。那么这一切无常嘛，三级的颜色也在变，基本上袈裟是佛法中有的佛色，这是不变的。大师，我们也看过哈、哦，好像有紫色的袈裟，这紫色又是怎么来的？过去在古代啊，常常这个，哎，像无字帖。就用这个紫袈裟呀，赐给这个行者过世了，清凉过世了，这清凉拜他们做师父，我就送你一个袈裟，那袈裟是紫颜色的，你也不能说皇帝你送的这个颜色不对，我不要，也就接受了。不过一般的。也可以接受说紫袈裟比红色的袈裟更宝贵，因为那是皇帝御赐的。但基本上在佛法里面应该是朴素啊，简单，一色最好了。大师哈、哦，这个出家人披袈裟的时候好像是披在这个左肩，右肩没有，所谓偏袒右肩，这是什么意思哈、哦？平坦右肩
这个衣服啊，袈裟就是我们披戴袈裟的样子啊，这个棒子都跟衣服披着，看这个棒子露在外面。我想这个也有意思，因为一般做事都是右手嘛，所以现在这个我披戴袈裟了，右手还可以拿东西了，还可以做事了啊，也会比较方便嘛，平坦有趣啊。他这个也另外的也是某一些这个佛法啊，密恨引佛修行，有些是表露要随众随社会随所坦诚坦露的。大师还有哈，常常在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未穿袈裟嫌事情多，但是穿了袈裟事情更多，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哈？一般人他看这个出家人呢，这个一个寺院墙里墙外，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啊，他不知道这个住在这个寺院里的出家人，他们的修行他们的作物工作很多啊，功课很多啊，他以为哎呀出来家了什么事都不管了，那多舒服多安闲啊，好了我也来出家，一出来家呀才知道衣食住行啊，行住坐卧啊，人物来往啊，寺庙常住啊，跟着实施公司更多了，更多了，所以他就开他为做袈裟行事多啊，做了袈裟事更多，确实发菩提心还要更多，自教教人，自度度人，自利利他，还要弘扬佛法，还要普度众生呢。大师听说九华山是跟袈裟有关系，不晓得这个故事大师能为我们讲一下。九华山当初开山，据说是韩国的一位景乔教，他是地藏王的化身，他就到了九华这个地方啊，也想找一块地啊来建寺庙。听说当地有一个明员外啊，明国老啊，很土地很多，他就去跟明员外化缘。这个明员外也很慈善，他说你要多少地啊才能建寺庙啊，都不只有一袈裟地，袈裟才多大。这个明员外哈哈大笑，哎呀，他说好吧，你袈裟有多大你铺下来我就不给你。这个锦桥教啊就把袈裟打开，覆盖了九个山头，叫九华山呢、啊。那个明云外啊，就是话说到前面，他的一袈裟盖了多少地，我就要给他，所以这就叫做九华山呢、啊、一袈裟地。后来他还把自己的儿子跟地藏王出家，叫道明禅师，年纪轻的，站在地藏王的啊右手。后来自己也发心出家了，这个站在左手，所以他们啊父子啊都成为锦桥教的啊弟子，帮忙共同修建啊九华山。大师好，出家人这个三衣，所谓袈裟，一般来讲都是法会的时候有事情的时候才穿，那么平常他不穿这个袈裟是穿什么呢？平常他穿海青啊，穿长衫啊。这个海青本来就是中国的叫汉服嘛，而且像出家人现在穿的海青的样子，大概你看在唱京戏的那个衣服就有点像嘛。不过出家人这个海青啊，他有两个袖子好像是
在辽东那边的海上有一种鸟啊，叫海禽，这个两个翅膀飞起来，啊，那种舞姿啊，飞翔啊，啊，很美丽，很好看。后来出现了两个袖子，啊，就作为这个撞钟，不是飞了，撞钟，甚至像我们这个长城也好，海禽也好，还要有一个文袋，这个袋子也只有为什么说两个袋子呢？它不是要扣衣服的，它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你不可以跑来把它冻起来，你要给它随着这个直线的，表示你走路很庄严，那我一走路有个标准啊，你走了这个蹦跳啊，它这个袋子就飞舞，就要接受犯规矩了。所以这个海禽长城，不过这个佛教也很好呀，它保持中华文化呀。所以我听说有些地方反而废止这个中华文化，我认为穿这种衣服吧是不应该，应该要穿小西装，应该穿西服。所以这个时代真是颠倒。自己的本国的文化不知道保持啊，一味的就修改了，就是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立场了。那么这个海禽跟长衫啊、长褂这个样子不一样，那穿着的时候自己应该注意有些什么样的威仪啊？长衫，大概你出门，你一定要穿长衫。不可以穿短褂的。海禽你要拜佛啊，要吃饭呐、要就是要会客啊，要见人，要穿海禽。所以这个海禽我们讲做礼服好了，长衫呢也是叫做锦裳服啊，那是锦裳都要穿在身上的。那么刚才大师提到说有短褂。那有一种穿到差不多膝盖那个长度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罗汉褂，不长不短的，好像像罗汉一样的，叫罗汉褂。一般习以为常，因为中国啊，这个南北方气候不一，有的地方好热哦，好热，有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太多啊，着物实在也不方便，所以穿的太多的衣服。好像也不庄严，它有一种，不长不短的，起到膝盖的，那个就叫做罗汉褂。那听说还有一种叫铁兰褂，是不是？铁兰褂那是大陆啊，过去穿在，因为天气冷呐，很多的衣服还是不够御寒，在外面再加一件比较厚的长的。脱到鞋袜这个地方的，哦，这个袖子朝这个铁兰褂里面都挡起来，更御寒的那个叫铁兰褂。大师哦，跟这个袈裟是一样的，这个海禽好像也有黑色的啦，有黄色的啦，这些是什么样的区别吗？现在一般的佛教的这个周武搞的大和尚。大多数都是黄色的袈裟，除了大和尚以外，就是当家师都应该穿褐色的袈裟。但是现在也有灰色的，这也别叫灰色，本来也是佛教过去很重视的一个颜色，就是不要太华丽啊，就灰色的，土色的，比较，很朴素。所以穿灰色的、褐色的，不过统一就好。好像还有穿黄色的海禽。黄色的海禽只有大和尚可以穿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穿的呀。所以别人不是做大和尚，你是这个也不是做常住任命你做什么发挥的代理人，你自己经常穿着黄色的，那是很冒犯的。再请教大师一下哈，像穿这个海禽，一个在家信徒，他没有受过戒，可以穿海禽吗？
十五三桂枝就可以创海景。那个海景里面是一个礼佛啊，创起来不为过的。那么假如说去参加法会，不管受戒不受戒，是不是一定规定一定要穿海青？在家的不一定，出家的是一定的。你到了佛地啊，至少这个要穿海青。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连出学院的门就要穿海青，出山门更要穿海青，甚至到街上去都是穿海青的。为什么这个海青一穿你就不能跑步，海青一穿你就要自己觉得走路要有走向，要有轨迹，它是规定我们参学其中。海青不离身的了，甚至受戒的时候也都是海青，是我们的就便服一样啊。假如在家居士在整个法会里面也像大圣你所讲的也是海青不离身吗？他离身不离身这是不严不重要，不过他们的慢意，他们受过菩萨戒以后，如果在不是拜佛不是离参不是在寺庙里面，把这个慢意穿到在街上走动，在外面来去，那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大师哦，我们看到这个海青啊，日本人穿的海青那个袖口都是开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穿的海青袖口是缝起来的，只有一个手可以伸出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有一个传说，日本的海青的这个袖口啊，它是开的，我们中国的海青呢都缝起来的，缝起来它好像这个袖子好像是装东西的，不是，不可以装东西，装了很难看啊，它不是皮包啊，它这个袖子就是很飘逸的，但是过去也是为了要装东西。为什么呢？在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经常供神，他的太太喜氏很反佛教，很反对，他就跟这个梁武帝啊作对，哎，你供神啊，我就替你找麻烦，他就弄多少肉包子，看你们这些出家人来供神，这个肉包子你敢吃不敢吃？不敢吃，你我一抗圣旨啊！给你们请你们吃，你们怎么不吃呢？那么这个包子工程师，他是一个神童，有神童的圣神，他就跟一世大众啊说：“我们明天以梁武帝供养啊，我们有素包子，把它藏到这个手里面，袋子里面，等到那个肉包子，其实是的肉包子拿来放到这个袖子里面，那么我们就拿这个包子来吃。结果我们没有啊，我们都是吃的素啊，没有违抗圣旨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缺点。所以后来中国的出家了，你这个海青的袖口啊，就把它封灭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好，谢谢大师。那么再来请教一下，说常常说出家人呢一担两斤半，这个是形容什么东西？说一担两斤半呢？这个在印度的这个时候，一担两斤半可以，他就三级不去嘛，他在哪里睡觉啊，对着衣服盖着身上又不能那个热带的地方啊，所以日中一射树下一缩，我们以为是苦修，实际上舒服极了。那么热的天气在树下睡觉，你说多舒服啊，还有日中一射，还有只吃一餐，
个都吃不下呀，都想喝水。我在印度啊也做过一段时期，所以每天想喝一点水就觉得够了。所以这个印度的男人啊好胖啊，为什么吃就会胖啊，不动啊，热都不要动。假如说运动啊，因为太热了都不要运动，所以减食啊最好。那么对于现代的出家人来讲，一丹两斤半够不够？近代的出家人来讲，一丹两斤半当然不够。中国的像我们一个煎熬或者一个长衫就两斤半了。这个所以规定啊，佛陀自戒，他这种戒啊他不是一定不可改的，他是随解随改，随时规定说啊这个要怎么样，随时啊不要这样，这个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计较的。根本戒那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叫小小戒能随。所以这个一丹两斤半现在已经不能了，现在有点人好像不要两斤半了，10公斤了大概应该到。假如说你现在有点人一出门几个大皮箱，这个就是一部公斤了，或者坐飞机啊，就是头等舱啊，35公斤，你都超载的，这就我想就违法了。我也很奉劝我们要简单，我自己本身这个到现在出门回来我都不碰行李的，不说让有人帮我做一下，但我自己不要，我自己我就摘了衣服出门，过了多少天我是这样回来嘛。啊，甚至我都不要带钱，因为我到了那一边那个信徒接我到了庙里面就有饭吃，我不需要钱，我又不上街又不买东西，所以出家人不买不用是最富贵的。出家人呢能在心里面找自己的保障，不在外面堆积自己的财富啊，那是累赘啊。大师，听说近代中国佛教有一些大德对出家人的衣服他们认为应该统一，所以不知道是哪些个大德提倡这个生服统一呢？过去在60年前太虚大师他曾经希望发起一个运动，就身装改良改革，因为有点人说这个身装浪费太热，这个对的太重啊，要简单一点。太虚大师那时候主张各行佛教啊，下面就有些学生像东初法师啦、就喊出身装改革。可是那时候遇到镇江超安寺的老和尚，一个叫收培老和尚，即刻他就不以为然，他认为身装是无价宝。这种身装你出家了有什么宝贵？你学问谁为人不跟你比吗？你的道德人家难道不如你吗？你所宝贵的你是为这个身装，我是出家人，所以说我在表示守戒，我表示我出家，你把这个身装一改革不像个出家人了。啊，你求简单好了，出一件汗衫，一个大和尚跑到外面去随恭敬礼。所以我是觉得身装不是说不能改革，能改革，但是要更庄严，像这个军人统帅
啊，一个司令官，那他有一个司令官的军装，天主教的主教，哦，他修女，他难道不热吗？他也有，他是他的这个礼服，所以我们佛教啊，给可以更庄严、更隆重。我不能说怕热了、怕麻烦了，那你就不要出家吗？出家就应该接受这许多，做人的模范呢。谢谢大师。那么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出家人穿的鞋子啊，有多少的种类吗？出家人的鞋子、袜子，这个鞋子一般的就是神鞋嘛，凉片嘛。有人说啊，照顾脚下啊，你看鞋子都重要，是铺的，要看铺啦，看铺时间啦，啊，看铺一切啦，看铺看得铺就有的过啦。有的这个袜子，所以一般的袜子都是把这个裤脚裤弓都套在一起啊，我想这个也是一种庄严。这三个裤脚好像不整齐，你军队过去的老兵啊，穿了军衣还打绑腿啊，这个出家人穿袜子，穿个神鞋，我觉得这个蛮庄严的。不过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慢慢向热带的地区啊，穿罗汉鞋，罗汉鞋比较凉快啊，这个慢慢很通俗很多，穿罗汉鞋。不过罗汉鞋又是在我们感觉到买罗汉鞋又是困难，像斗物这种的另外不计较了，算了，这个信徒给我一双什么鞋子，我有的穿就好了，我也不出门啊。但是我为什么不穿拖鞋？这个罗汉鞋可以，不是罗汉鞋，有一点像出家人的鞋子，也不是说皮鞋，只有是布的，我是能接受的。那再请教大师哈，出家人戴帽子吗？像在台湾不戴帽子，戴帽子很难过啊，很热啊。但是你到了北方，你说不能不戴帽子，啊，你就到了江苏，到了冬天，大雪飘飘，啊，这个你出了门是很冷，冷他当然要围巾，要帽子。在过去一般佛教里面戴的帽子叫济公帽，啊，像济公称是一样的。后来太虚大师把它改良叫做太虚帽，平顶的，啊，那个也很蛮好看的。所以我这个从戴济公帽，我也戴了多少年，还蛮好。后来戴太虚大师的平顶冠也蛮好，帽嘛，这个太冷了，这个御寒一段时期，这个也不是这个时装比赛嘛，啊，有的御寒就得过且过了。大师，那下面我们要请教你关于这个钵具的问题哈。所谓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行脚僧带着这个三一钵具，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三一嘛，估计是坐物啦、会客啦、这个睡觉啦，都解决啦。三一五具啊，这一个钵得了吃饭啊，也不会有传染病啊，也很卫生的。这个钵叫做阴阳气，阴阳气就是我肚子有多大，我的钵就可以睡有多大。那个颜色响应，在这个资料大概要土质地啊，也瓦少的啊，要响应，大小啊也响应，那叫做阴阳气。我要吃多少，我托钵多少，不托钵在丛林里面，就来今天吃钵饭，我盛多少，就等于自助餐一样啊。
我想佛教的这个饮茶是很卫生啊，应该吃多少的就多少，不过称下来是违法的。大圣哦，在《金刚经》刚刚开头的时候说，儿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而且到了这个吃过饭以后还要洗钵还要收钵，这个钵在这个生活里面是做什么用途？金刚经啊，一开头就是叙述这个着衣持钵吃饭的这个事情，其实呢就是一顿钵雷锋光，金刚钵雷啊。二十四尊十四座椅持钵了谁为大臣，其实与其成长次第七亿翻十七手一步辅助而助。你看他座椅身上放光啊，持钵身上放光啊，那谁为大臣，其实脚下放光啊，于是这种次第次这个有序的放光啊，于是这种次第翻身去收一步要整齐清洁啊，自己环境也要放光啊，洗脚啊，辅助而助通常放光啊，它就是一个鼓励放光的意思。所以这个一段经文懂得生活就是佛教，生活就是钵雷锋光了。现在在请教大师关于这个钵的事情哈，好像在佛教的印度啦、啊、中国对这个钵有很多的故事，大师能不能为我们讲一下钵的故事？金碧峰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他也是有这个习惯，他这个钵啊是玉钵，很醒来的，这个资料不相应啊，不对啊。啊，何必要那么考究做什么？所以有一次他的寿命聊的时候，传说啊，阎罗王派这个阴差小鬼来抓拿他的时候，他吓一跳，然后他又沉定啊，你让我来认定，被认定啊，小鬼找不到他了。后来怎么办呢？学这个阴差小鬼如何向阎罗王交差呢？就请教当地的土地公，土地公就告诉这个阴差小鬼说，他最喜欢他的一个玉钵，你把他的玉钵撩动啊，他必定会关心出地。这样做了，金碧峰啊出定，哦，这个小鬼要抓拿他，他当时说了这首偈子，有人要拿金碧峰啊，除非铁令属虚空，虚空让人守得住啊，再来拿我金碧峰，就是你们要抓我这个金碧峰，你就等于用铁链来束虚空，束得住吗？虚空能束得住啊，你再来拿我吧。他又在认定，那阴差小鬼又找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是禅师们呢、啊，在生死关头啊和阎罗王老爷还可以开玩笑的。但是过去有说头陀十八物。第一个，什么叫做头陀？头陀就是修行的人呢、啊，头陀或者是苦恨的人呢、啊，苦恨头陀了。那么头陀十八物是不是表示？这个头陀的十八物就是，比方说，你一个布宝，几尊钟，你的剃刀。剃头刀，你带拂尘可以赶蚊虫，也可以带方便餐为食食，是这个可以埋葬，你带一些戒刀可以防身，所以这样子的十八物。假如现代的出家人，他随身日用的
没有这十八物还要可以带什么呢？带钱。现在出家人带钱就很习惯，没钱不好走路啊。再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戒律也没有说丛林规矩不可以有钱，但不可以有太多钱，所以有点做路费啦，有一些钱可以零用啦，买书啦，钱还是纸币嘛，这种好像这种有关到秩序的事情，将来佛教要重新集结一次吧，再让一些大的高僧来有时代精神来定一些规矩。那每一个出家人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日常配备的东西，在就常住丛林来讲是要怎么样的在取得这个东西呢？他有的东西是常住供应嘛，你像这个卫生纸，这个肥皂晚上没有电的，你那个山里面他都有点蜡烛啊油啊给你，甚至有的像富光山明年多少衣服多少鞋袜这个生活用品都给你，甚至家里面都是有这个常备的医药都有医师来这里为大家诊治医疗，你不要外出嘛，也不要进钱啊。那么如果出门去旅行的话，大师以你的看法，现代的出家人应该要带些什么东西？我想带书了，带经书，带精神动物和精神动物戒本啦，励志的啦，这个佛教的历史的啦，各禅门禅学生死的呀，甚至还可以带库中本，像坐船啊，坐火车啊，这个前面坐本那可以坐库中嘛，一个小箱子弄开了，就现在有这个旅行库本了。如果以大师你来看，现代的出家人的所谓头陀十八物，假如他带了电脑、带了手机、带了手表，这个算合理吗？这个就很难说，因为这个时间像手表它不能太暴露吧，这个电脑也是的，这个手机你像一出家人在公共场所在路上一面走路一面也打起这个手机，这个好像不对，这个应该打个电脑你要是到一个地方这个隐蔽的地方你去打手机，你电脑你等到坐下来安定了你很用功打电脑，你们那个电脑背到身上洋洋得意表示我很时髦，这种心理都是错误的。对于现在这个科技啊，因为日新月异，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为近代的出家人重新来规定一下所谓的现代头陀十八物？所以我说嘛，必须将来结合长老啊，在宗教教中国佛教协会或者中国佛教会这个领导之下，大家重新来集结啊，重新集结。非常感谢大师的开示。各位观众，三一播剧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